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93面，293面第三行，第三行从当中看起，故本经中，于会诸大菩萨，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。普贤之德者，十大愿望，道归极乐，自利利他，无有穷尽之德。我们就读到此地。昨天将普贤十大愿望介绍到第三，广修供养啊，因为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都教导我们要修福，要修慧。中国是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，对于修福也没有疏忽啊！看古时候，我们常讲的古圣先王，他们治国的理念，其中也有三宝啊。这个三宝用现在话就是福报。他讲大农，农业，你要重视农业；大工，在重视工业；大商，重视商业。这大农、大工、大商啊，各执三宝啊，所以他没有疏忽这个物质，没有疏忽财富。所以诸佛如来经里面都称之为二足尊足就是圆满具足二十分，第一个就是福报，第二个就是智慧智慧跟福报都是圆满具足，这是佛了。那我们看看现前的社会呢，大家只重视福，慧不重视，这就出了问题了。其实慧比福更重要。有福没有慧呀，它就造恶业。恶业所感召的，在自己也是灾难。这个灾难就是病苦忧虑操心那么对居住的环境，那就属于是天灾人祸现在我们说这句话，我相信每一个同学感触都非常深我们看看新闻，看看传媒报道全世界各地每一天不知道发生多少起的灾难，频率不断在上升，灾害每一天都在加重所以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呢，
可以说每个人没有安全感了，忧心忡忡啊，苦不堪言啊。这是什么呢？没智慧啊，没有智慧，那个福报就不是真的福报。有智慧的福报，这福报是真实受用啊。没有智慧，福报小的还不造重业啊。虽然这一生苦啊，来生可能不堕三途。如果没有智慧，福报大的，是来生不堕三途，那很少很少。为什么呢？他很容易造重业。业报里头，最可怕的是对一切众生无故的伤害他，这个罪就重。古今中外文献记载的非常之多，问题我们看到了要相信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提高高度的警觉心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态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讲到供养，供养是以最恭敬心来供给。一般呢，菩萨讲的时候，布施，布施跟供养是一桩事情，用心不一样。至诚恭敬心去布施就叫供养，差别就在此地。佛告诉我们，财供养得财富，发供养得聪明智慧，无为供养得健康长寿。哪些是无为供养？财跟法前面说过了。无为供养是帮助众生远离恐怖不安，这是属于无为。人生病了，病苦，我们能照顾他，或者用财力，或者是用物力都可以，帮助他，让他得到安慰，病痛能够早一天复原，恢复健康，他有忧虑，他有畏惧，我们帮助他在苦难当中能够获得身心安稳，能做得到吗？能。怎么做？道理明白了，因果通达了，
他的忧虑、畏惧就可以放下了，自己知道如何应对。所以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我们讲这个三种果报，财富、智慧、无为。佛门常讲的化身、般若、解脱，那讲的究竟圆满了，都要从智慧当中才能真正得到啊！所以佛法的教学叫什么？是以智慧为主要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一生所教的，最初12年，扎根教育，基础教育，一切众生必须学习。在佛法里面再称阿含经。讲了12年了。我们把它比喻作小学。12年之后再提升，佛讲方等8年。方等是大乘初级。方等8年过了，诸位就想啊，已经学了20年了。阿含12年，方等8年，20年了。有这20年的基础，就可以学智慧了。般若。般若经讲了多久呢？讲了22年。你就知道啊，世尊一生讲经49年呢，般若用了22年，岂不是般若是主修的课程吗？那么我们就可以总结来说了，佛教什么？佛教我们开智慧。我们一般人开不了智慧，是因为业障太重。前面20年消业障培福慧打这个根基，般若经上你才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所以最后的8年法华，法华讲什么？法华就是讲成佛。法华经一开始，佛就把这个宗旨念出来了。唯有一乘法了，无二也无三了。这一乘就是一佛乘。没有22年的般若，这个般若智慧，佛不讲一乘，讲一乘没人懂啊。通过22年智慧的学习，就可以说一乘了。一乘法里头，开示悟入，佛知之解。世尊在法华会上为大家开示，听众都能悟入啊！悟是明白，大彻大悟；入是入佛境界。
啊，佛境界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啊，这是细说。怎样欺辱？欺辱的样子是什么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为我们表演出来了，那是佛境界。佛境界，众生境界，天人境界，二乘境界，菩萨境界，其实无二无别。华严经说嘛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我们现前的境界是不是佛境界？是。是不是天人境界？是。啊，是不是三窝道的境界？是。是不是菩萨境界？是。境界没有差别。感官不一样啊。你的感受，你的看法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才告诉我们呢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就是说你心想不一样，一切法就不一样。把心想放下了，一切法就一样了，就没有差别了。这些深奥的义理，佛在这一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，我们往下都会读到。啊，通达明了，自然就放下了，心态就端正过来了。啊，这个端正，是不踏实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真的开悟。我们今天悟是解悟，是听多了，读多了，哦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这属于解悟，不是正悟啊。啊，要清正才受用啊。啊，可是解悟啊，帮助我们修行，修行帮助我们起入，你看多重要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49年教学，功不唐捐呐，啊，真起作用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有这种殊胜的缘分，见到了经教，啊，世尊留下这些教学的资料。如果有缘有福分啊，这叫福分，遇到其或自己根性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。
你就跟世尊在世亲自指导没两样啊！你这一生能成就啊？谁给你做证明呢？只要你成就了，佛菩萨来给你做证明。这无尽的慈悲呀！无与伦比的方便呢，善巧啊！啊，总在我们能够深信不疑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带着疑惑来学习就困难了。那所以戒经上说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是真正的菩萨，他对于佛陀的教诲是决定没有疑惑的。他的心目当中，经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。这是正确的。真正通达了。真正明白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跟佛经无二无别啊，这就叫一经通，一切都通了。一个法门入了，无量无边的法门全入。其如自性的广修供养的还有很多意思，我们留在下面讲。先看第四，普贤第四愿，忏悔业障。凡夫没有见性之前都有业障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设法界的众生啊，六道就不必说了，六道上面声闻阿罗汉有业障啊，再上去辟支佛还有业障，辟支佛再上去是菩萨，菩萨上去是佛，念佛还有业障啊！佛有什么业障呢？无时无明烦恼没断呐，那是他的业障。无时无明烦恼断了，那业障就总的消除了，他超越十法界了啊！到哪里去了呢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那叫一真法界啊！我们应当知道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十宝庄严土，众生跟佛不二啊，所以生佛不二啊，生佛平等，生是众生，佛是佛陀啊，在十宝图里面，这个不二就现前了，你才知道
你跟一切诸佛如来一切法界的众生都是平等报尔，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所变现的，他怎么会有二呢？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是说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，包括佛都要修忏悔业障。啊，忏是发怒啊，悔后不再造。啊，自己所造的恶业有勇气有诚意能够向大众宣布啊，啊，我在光碟上看过，也听说过，啊，国内这两年来有许多善心同修，啊，举办了多次的传统文化论坛，在论坛里面发怒忏悔，痛哭流涕，非常感动人。啊，忏悔的同学告诉我，每一次忏悔之后，感觉到身心轻松愉快啊，有这个现象出来，这个现象就是你业障小了一些了啊，没忏净啊。为什么忏净你就开悟了，你就做佛了啊，这个要知道。你看看阿罗汉能把六道轮回里面的业障铲除，不再迷惑了，不再执着了啊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六道不是真的啊，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醒了，在梦中确实有境界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啊，这个业障忏除之后就醒过来。啊，醒过来了，还有业障。啊，还得继续忏悔啊。把见思烦恼的习气忏悔掉了。他境界提升了，他提升到辟支佛了。啊，辟支佛有没有业障呢？有，它还有分别。啊，也就是辟支佛执着跟执着的习气都没有了。啊，他升级了，做菩萨了。菩萨有分别，菩萨没有执着，也没有执着的习气。啊，有分别，有分别的习气。啊，分别的习气断掉了，那他就是十法界的佛了。
设法界提升到最高的阶位。啊，他有没有业障呢？有，无始无明没断。啊，无始无明，华严经上称之为妄想，就起心动念，非常非常微细。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就不起心不动念。设法界没有了，设法界还是一场梦啊。六道是梦中之梦啊。啊，设法界不见了。啊，出现的境界呢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十报土出现了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净土。四圣法界是相似的净土。啊，是相对的，这个是绝对的，没有相对了。啊，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有三倍九品。平等法界三倍九品从哪来的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毗卢遮那佛的十报庄严土有41个阶位。啊，凡是十报土决定是平等世界。为什么？它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这41个阶级怎么分法？怎么说法？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用了不少的时间。啊，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我们学习的不少了。虽然还没有毕业，这些状况大致上我们能够理解了。不再疑惑了，那是。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无始无明真断了，就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。可是起心动念的习气难断了，在十报图里面，每一个人习气程度不相等，有些人习气很重，刚刚到十八土习气很重，有些人在十八土住的时间长了，习气慢慢就淡了，从习气的厚薄分41个阶级是这么来的啊。但是习气不碍事啊，习气也没有办法断。啊，我用什么方法修行把它断掉？不可能，没有方法。啊，所以在十报图里叫无功用道啊。啊，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。啊，十报图里你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马上就堕落了。那就是随他去吧，任其自然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如果习气没有了，这经上又告诉我十报图也没有了，这十报图还不是真的，那真的是永恒存在呀。那尤其由此可知，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，是它的因。习气没有了，十报土不见了。
啊，不见得是什么境界现前，常寂光现前。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你就回归自性了，啊，回归常寂光了。常寂光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不见，听不到。为什么它不是物质？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。它不是精神，我们第六意识、第七识接触不到。啊，它不是自然现象，连阿赖耶也没有办法感觉到。啊，这个才叫真，本真，它本来就是真实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为我们说出来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要叫我们回归常寂光。我们从常寂光里流露出来，最后还回归常寂光。啊，回归常寂光在华严已经称为妙觉位。啊，这是菩萨最后的果位，成佛了。啊，这个都需要忏除、忏悔业障啊。所以忏悔法门，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。啊，每一天我们的早晚课的定课，早课提醒自己，这一生不离开戒定慧三学，不离开佛陀的教诲，晚课就是忏悔。啊，我这一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有没有遵循戒定慧三学？啊，遵循好，我们要时时保持它。如果有违背了，立刻改过自新。这叫忏悔啊！啊，戒很具体啊，从十善开始啊，用这十条来反省。第一条，不杀生。我今天从早到晚有没有伤害众生的行为，就言语造作，有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，言语是口业，行动是身业，念头是意业，造业总不外这三样东西，身口意。所以普贤菩萨的忏悔记这教导我们的
无始劫以来，你用什么造作罪业，就是深可疑。啊，不但不能有这个行为，也不能有这些言语。啊，当然最好没有这些念头。对待一切众生，忏悔记上说，往昔，今天晚上修忏悔，早晨、中午、下午所造的都说是往昔，已经过去了。啊，所造的一切恶业，借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于意之所生的。造作恶业的原因是贪嗔痴慢疑，那是因。啊，身与意，那是缘。你看，有因有缘，恶业就成就了。恶业是果报啊，这个果报如果不忏除，对自己的身心很不利。身心就有灾难，灾难是什么？灾难是疾病，是忧虑，是烦恼。啊，这自身的灾难呢？换句话说，身心不健康了。业障忏除，身心就健康了。啊，你情绪就安稳了。啊，业障忏除了，你家庭就幸福了。业障忏除了，你居住的地方就安全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少灾少难呢。啊，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动乱，啊，地球的灾变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呢，业障造得太重了，不知道忏悔呀。啊，所以才造成今天的现象。啊，我们讲社会现象、自然现象。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有密切关联，这个道理古圣先贤讲得很多，讲得很透彻。啊，现在人不相信古圣先贤，不相信佛菩萨，相信科学家，科学家的也给我们讲清楚了，我们要不要相信科学家的话？去年八月，有几位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个会。啊，我们学院大概有七八个人去参加。会后他们写了个报告给我，
里头有这么一段，2012的灾难预言，是美国布莱登先生拒绝接受的。他认为2012是全人类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的大好契机。所有人，这个所有人就是全世界，全世界所有的人应该端正心念，将世界引导到更好的走向。对，科学家讲的，跟佛经、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完全相同。这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了。我们听了这段话，免不了要问：人真的能够弃恶扬善吗？真能够改邪归正吗？真能做到端正心念吗？如果真能做到，好事啊，那就像布莱登先生所说的，这个世界前途充满了美景。那如果他不改怎么办呢？换一句话说，人要是做不到弃恶扬善，做不到改邪归正，做不到端正心念，那就要问了，2012的灾难预言会不会现前？啊，我相信同学们知道的比我多，因为我不看电视，不接触媒体。啊，我只是同学们从网络上下载一点重要的片段新闻告诉我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社会的灾难，地球的灾变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啊？频率上升啊，是不是一次比一次严重？如果这个事实真相是真的，那我们对于2012的预言灾难就不能够等闲视之。我们要重视它。啊，佛经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科学给这句话做了证明。啊，只要我们从自己做起，不要要求别人。要求别人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一定要要求自己断恶断食恶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染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
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真能把十善做到了，就是弃恶扬善了，就是改邪归正了，就是端正心念了。啊，尤其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这是具体而圆满的端正心念，啊，改邪归正了。我们能这样做法，自己用宗教的话来说，得救了。佛法里面讲得度啊，一般宗教讲你得救了，自己得救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自己的业障啊，铲除了。啊，念头一改，业障就铲除。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就有把握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，你得大自在，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同学们要觉悟，这是真的。而且什么呢？你自己有份呐、啊！依靠别人靠不住，靠佛菩萨也靠不住。佛菩萨教给我们这套办法，我们依教奉行，那就决定靠得住。啊，为什么不干？自己得度了，才能帮助别人。啊，业障里头包括无始劫来续业。啊，所以我们用一个总的代名词，无始劫以来与我有缘的众生全都包括了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，全都包括在这里面啊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不再放在心上，不再想念着他，从现在起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我们通通都得度了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把这些方法传给我，我不另法，我传给大家。啊，成就要靠自己。啊，自己真正发心，真正觉悟，改过自新，食物要抛弃，不再干了，食善要真修。啊，为什么还修食善？修食善不是为自己，
帮助众生啊，给众生做个好样子。我们没有行动，只有口舌，众生不相信。我们说到一定要做到，众生就相信了。所以一切作为啊，无不是为苦难众生。这样我们的业障才能铲除。帮助众生铲除业障，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。记住，佛度众生只有一个总原则，帮助众生觉悟。无始劫以来造作这么多的罪业，什么原因？原因是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这样造成的。所以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示现在世间，为我们讲经说教，而且自己还表演给我们看，身与意三轮教诲也，慈悲到极处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具体的学习就是把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教诲明白了，理解了，理解之后，就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变成自己的思想言行，它起作用了。活生生地表演出来了。你要问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，这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就是说的阿弥陀佛的样子。经中所说的阿弥陀佛全做到了，他的生活起居，起心动念，日常的事业，他的事业是教学。极乐世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两种人，极乐世界不是个国家，它没有过往，它的社会非常单纯，一点都不复杂。我们这个社会有四农工商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。
我们这个世界有政治组织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。西方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老师。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。没听说那里有国王，没听说那边有大臣，没听说那边有做生意的，啊，商人、工人、农夫，通通没有。那我们要问，他们日常生活从哪来？啊，穿的衣服没有工人，这衣服从哪来的？他们的福报太大了，都从心想生，念头一想，他就出现了。这福报太大了。啊，经上讲吗？思一得一，思食得食。你想吃东西，东西摆在面前。不想要的时候，不想要就没有了，啊，用不着收拾。这个世界好啊，能不去吗？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啊，那我让我们说无尽的向往啊，总希望早一天到这个世界去啊。什么样的灾变都没有啊！啊，人人都是一颗纯净纯善的心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恶念。啊，换句话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更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那我们要去，都在这上面下功夫，我们也要把妄念放下。啊，把分别执着放下。啊，先在这练习嘛，啊，才能够适应西方世界的环境，啊，那边生活状况。所以业障自己要知道，自己要真正修忏悔。第五，随喜功德。业障铲除之后，要修随喜。随喜是什么？直接的来说，是破我们的嫉妒、傲慢的这个烦恼。嫉妒心、傲慢心，这是居生烦恼啊，不是学来的。你迷了自信之后，这个烦恼它就生了。啊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业障。啊，佛教导我们如何来应对呢？是随喜。啊，别人有好事，我们不嫉妒。不但不嫉妒，我们还赞叹。我们看到欢喜。啊，欢喜赞叹。如果有力量，他需要帮助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成全他，这叫随喜功德了。六道众生迷得深呢，烦恼重啊，自私自利，
贪爱名闻利养，啊，贪念五欲六尘，啊，他得到了，唯恐失掉。啊，没有得到，念念希求，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患失患得。这是他的烦恼啊，他放不下了。啊，他能不能保持得住？保持不住，寿命有限的，福德缘分也有限的，怎么能保持得住呢？啊，菩萨巧人，他自己确实是这样做的。遇到造作恶业的众生，劝导他忏悔；遇到行善积功累德的众生，在随喜功德。帮助他成就他的好事，叫成人之美呀，不成人之物。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世世代代，古今中外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他想不想把政治办好呢？我相信都有这个心，都想把它做好。那为什么办不好呢？他办不好的原因呢，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原因就是三个字，贪嗔痴放不下。啊，贪，如何取得？他希望拥有的，贪心没有止境啊！啊，嗔恚如何去掉？他所怨恨的。啊，这是造业，贪嗔在造业，贪嗔之所以造出严重的罪业，是因为他愚痴，愚痴他没学，没有学圣贤教诲，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没有受过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宗教教育，
所以他愚痴啊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把这些假象当作真实，错了啊！希望拥有世间名闻利养，永远不会失掉，这哪里能办得到呢？啊，人生他又会死啊，他怕死，为什么死他就失掉一切了？啊，贪生怕死啊！啊，他活得多累呀、啊，活得多可怜呐、啊，活得多辛苦啊！这个事实啊。啊，如果他是真正接触到宗教教育，啊，宗教教育说些什么？我们看到宗教这两个字，就不能不尊敬中国古圣先贤的真实智慧。啊，他把它称为宗教教育。啊，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诸位可以查查字典。啊，字典里面有很多意思，有三个主要的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。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也是遵从的。啊，从至高无上为大众啊，是尊重的，这个意思。教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教合起来主要的教育。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，这对人类还得了吗？能不学它吗？如果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一生做人当中，把主要的教育丢了，重要的教育丢掉了，遵从的教育丢掉了，你能不愚痴吗？愚痴的人能不造业吗？啊，社会的动乱，地球这的灾变，其来有自啊，不是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。啊，所以宗教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。啊，中国古圣先王他们聪明啊，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，儒不是宗教。那佛教是从外来的，佛教也不是宗教，但是到中国来被称为宗教，那是有道理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它符合这三个条件。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重的，啊，佛教教育跟中国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育，啊，儒家为代表，都是属于主要、重要、尊重的。确确实实符合宗教的定义。啊，如果能学习这些东西，你对于宇宙、万有、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
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，都是佛菩萨了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是佛，他是佛，我也是佛，都是佛。佛是什么意思？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，通达明白了，就叫佛。啊，印度人叫佛，中国人叫成圣。啊，圣的意思就是通达明了。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。不通达明了一切法的真相，那就叫迷信。啊，你相信他是迷信，你不相信他也是迷信。为什么？你没搞清楚。不管信与不信呢，那个信字都是迷信。啊，只有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那就不迷信了。啊，相信他不迷，不相信他也不迷。啊，没有接触，人云亦云，这对自己的伤害非常严重啊！随喜里面。决定不设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才叫功德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绝不沾染名闻利养。啊，绝不沾染五欲六尘。永远保持心地清净、平等，聚而不迷，这叫功德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事实真相多么重要啊！啊，全心全力帮助别人。不求回报啊！如果帮助人还有求回报啊，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啊，福德离不开六道轮回，功德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再说的明白一点，说清楚一点。大家好记，你心地清净，心地平等，心地觉悟，那叫功德。如果心不清净，不平等，不觉悟，你做的好事都是福德。这样大家就明白了，啊，很清楚的一个标准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。无论做什么好事，啊，心地都是清净平等觉，你做功德了。同样做好事，你有求，求报酬，有求福，求慧啊，你看，求聪明啊，求财富，求长寿，那是福德。只要一有求这个念头啊，就是福德。那不求能不能得到呢？不求得到的更多，得到的更圆满，啊，得到的是无限的，有求呢，得到是有限的，啊，不圆满，啊，有限的，啊，那是造轮回业，
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那么最大的供养布施是法布施啊，法供养啊。啊，法能帮助一切众生觉悟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特别需要正法帮助。现在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事情，几个小时，卫星网络传播，全世界人都知道了。啊，跟过去的社会完全不相同。80年前，那个时候的社会，啊，我很小，生长在农村，农村跟城市，啊，跟县城距离25里，实际上只有10几公里。啊，那时候交通没有交通工具，都走路啊。啊，早晨天亮的时候就开始走路，走到城里面吃午饭正好。啊，要走半天呢。啊，差不多要走5、6个小时。啊，你才能走到。啊，那么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啊，汽车大概10分钟、10几分钟就到了，啊，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城里面要发生事情，我们乡下人知道，可能要半个月到1个月，哎，才有人从城里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是国外发生事情，我们永远不知道。啊，所以现在社会动乱，啊，整个世界全面动乱，有没有方法救呢？有方法，有这些高科技媒体的方法就有救了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方法就是教育。啊，如果真的有一个独立的，啊，这样的一个卫星电视台，啊，网络全球直播，有这么好的工具，啊，有一群好的老师，不要多了，50、60个人就够了，每一天在这里把圣贤这些大道理讲经教学，全世界都能收看得到。我们能相信这样教学1年，这个世界就安定了。啊，那么教学的内容可以说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需要什么？需要安定。需要伦理，需要道德，需要因果教育。为什么？这个东西能帮助社会安定，能帮助这个世界
恢复到从前那样的和平和睦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跟1400年前唐太宗的希望完全相同。啊，唐太宗生长那个时代也是社会动乱。啊，隋炀帝抛弃了伦理道德，完全讲求个人的享受。啊，不顾人民的痛苦。啊，所以社会乱了。啊，隋炀帝国破家亡。啊，死得很惨啊。啊，唐平定了动乱，取代了隋朝，啊，建立唐朝，啊，那个时候就迫切需求的，如何能让社会安定？啊，唐太宗16岁，现在的话说起义呀。啊，带兵呢就做了将军啊。啊，隋灭了之后，他的父亲做了皇帝，这唐朝。啊，父亲做了9年，过世了，他继承王位。啊，继承王位那一年他27岁，很年轻啊。就想到怎样把国家治好，怎样把社会能够真正带领到长治久安。他想到这个需要有智慧，需要有方法，需要理念，需要经验，啊，需要效果。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？就想到古圣先王，啊，要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，啊，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大臣魏征，啊，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人。在历史上很多人都知道他，啊，让魏征成立一个小组，收集从三皇五帝到隋朝，啊，这2500年呢，啊，差不多有2500年，这一些古籍里面他所要的这些资料，啊，从这古籍里面收集起来，送给他看。因为书太多了，从哪里读起呢？没法子读啊，让这些人去收集。这些人不负所望，啊，从这些古籍里面，啊，这10000多种书籍。选出65种，在65种里面又选择唐太宗所需要的，他所要的参考资料，编成一本书，这一本书叫《群书会要》，啊，《群书治要》就是治国的重要的教训，啊，这些经验，现在讲资料。啊，治国最重要的资料
啊，大概一共有50万字。啊，这样一个分量，这个书编成之后，唐太宗手不释卷，因为他年轻，读书不多啊，现在管理这么大的国家，啊，那么这个国家真的管理得不错，在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，啊，大唐盛世，现在很多外国华侨居住的地方叫唐人街，那个唐就从这来。可见的他政治成功了，成功这一部书起了最重要的作用，治国的宝典呐、啊！唐朝亡国之后，啊，唐有300年了，亡国之后，这个书就失传了，在中国就找不到了，啊，所以说宋元明清都没有看到这个书。啊，以后这才知道这书被日本人拿走了。啊，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在中国唐朝这个时代，他派了很多留学生，出家人很多。啊，到中国留学，把中国东西都带走带回去了。啊，日本把这部书当作国宝。清朝乾隆皇帝做了60年的皇帝，把位子传给他的儿子嘉庆，啊，他就做太上皇了。啊，政权交给儿子了，啊，做太上皇。嘉庆做皇帝的时候，大概日本人啊，这新的皇帝登基，日本送了一些礼物，那叫进贡啊。礼物里头有这一部书，中国人才知道，才看到这部书。从日本以后流传到中国来的，不超过10部，量很少，所以知道的人很少，看的人就更少。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刚刚开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些人，用现在的名词说学者专家，他们真正有资格称道啊！啊，就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群书之要。用日本的原版，像现在讲照相一样用的原版，印了一次。我想分量呢，大概不超过1000套。以后重新排版印过一次，啊，就印过2次，啊，估计是2000套，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流通。80-90年了，啊，中国社会一直在动乱，所以这个书我们担心失传了，可能没有了，但是在日本还能找到。啊，我在过去曾经念过一部诸子之要，啊，这个书从哪里来的呢？它上面注明了是群书之要后面的20卷，群书之要总共50卷，最后的20卷。所以我知道有这本书，但是没见过。啊，我看到世界这样的动乱，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些治国的参考资料。他这套是非常有价值，啊，所以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几次，啊，就有一些有心的同学，他们留意替我找，居然找到了，
啊，找到的时候寄到香港寄给我了。啊，我收到两套，这两种本子我都看到了，真难得，真稀有啊！啊，中国国内也有有些人。啊，我看到国内出了两种本子，已经用简体字排印了，不是没有人呢，真有人呢，啊，真有识货的人啊，太难得了，啊，所以我把我这两套啊，就交给台湾世界书局，每一种印一万套，这个书以后就不会失传。啊，我印这些东西，希望在今年，啊，我委托联合国、世界宗教和平组织，啊，这个秘书长跟我很熟，我委托他，啊，就用联合国、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的名义，分送给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，啊，我作为礼物送给他们，啊，这个礼物有好几种，一共有四种，啊，非常珍贵，送给每一个国家领导人，给他们做参考，啊，希望大家认真来拯救世界。那么这个书，文言文写的，翻译有困难啊，所以我们也有一批老师在马来西亚啊，就吉隆坡从前啊，安徽庐江啊文化教育中心啊，这一批老师现在呢有20多位啊，在吉隆坡啊，蔡礼旭老师带领他们专攻中国传统文化啊，我希望这批老师全心全力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制药啊做注音注解，再翻成白话文，然后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，不但我们要把这些重要参考资料送到各国，而且呢，我希望这些老师都能够讲解。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络开这么一个课程，啊，群书之要讲堂。啊，开这样课程，24小时不中断的向全世界播放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到，都能够读到，啊，吸取中国过去几千年古人治国平天下的经验，来帮助今天的世界恢复到安定和平。啊，让人民远离灾祸，啊，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一生。我们随喜这个功德，啊。那么我委托联合国送给每个国家的礼物，里面有一套四库会要。我印了200套，估计大概是美金500万。啊，每个国家送一套，大概一套和美金是25000，是不是？2套是50000，200套
五百万。啊，那么会制药，唐太宗的制药，宋世道，还有一套书，也是非常宝贵的，叫《国学之要》。这个“治”是治学，《群书之要》那个“治”那是政治，啊，那是治国，同是治啊，意思不一样，啊，这就是这个《国学之要》呢，是四库全书的精华。四库的精华，四库的入门，啊，就是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从这部书下手。啊，首先对传统文化有认识，有感情，有爱好，然后你可以学有专攻。啊，所以这是三套书。群书十套，国学十套，啊，一套四库会要。另外我还送两个印章铜印，啊，这个印章样子我没带在手上，啊，下一堂课的时候我带来给大家看看。啊，这是今年联合国的活动啊，我准备一些礼物，赠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导人。这是什么？随喜功德嘛。啊，第六啊，请转法轮，这是我对吉隆坡的这中心的老师，我也请他们转法轮，就是把这个群书之要啊，细细的讲一遍，啊，用这个卫星网络啊，向全世界播放，啊，长时间的不断的讲，不断的播。啊，在电台上开一个群书之要讲堂。啊，那么先用中文来讲解。然后希望说有学外国文的。啊，用英文讲解。啊，联合国现在通用是六种文字。啊，好像有西班牙语这个语，啊，用这个不同文字来讲解，让全世界人都读到，啊，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这个国家长治久安？为什么这个古老的文明到今天还不衰落？啊，世界四大古文明，三个已经没有。只有中国还存在，什么理由？啊，讲解清楚了，啊，大家都明了了，才知道中国传统的学术，它是超越时间与空间。啊，古时候适用，今天还适用。我们曾经在汤池试验了三年，非常成功。啊，说明古人东西对治今天的社会非常有效。啊，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现在人所谓是真理，真理永恒不变。啊，不能说它是老东西、旧东西可以不要了。啊，不要就出麻烦了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的教学，啊，让这个社会呀
长治久安，让这个民族永远随着时代进步而不会落伍。中国人是遵从真理的，中国文化是真理的结晶。那我们要大力宣扬，要认真的去学习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学院的同学，无论是常住，或者是来参访，都应当学习。啊，如果大家都能够把它落实，我相信再有十年，图文巴这个城市就是世界和谐示范的都市。这个设想是真的，不是幻想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了，基础已经奠定了，再有十年的努力，啊，这个地区的人，人人都懂得伦理，都懂得道德，都懂得因果，都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。啊，图文巴的宗教可以团结在一起。啊，第一步我们已经做成功了。啊，我想我们的温馨晚宴，啊，每个星期六晚上举办，现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，也开始每个宗教都来参与了，好事情啊！啊，大家如果真的努力，啊，我们各个不同宗教人士对这有兴趣，图文巴每年可以做一两次大型活动，啊，就用城市名义就好，啊，我们举办一个图文巴，啊，宗教文化论坛，啊，可以办5天。到一个星期，啊，欢迎全世界、全国的人都可以来参加，体验图文巴的文化。啊，这里面文化融汇了古今中外，啊，集一切文化之大成。在此地做这个活动，啊，我相信不但对澳洲，对整个世界会有很深远的影响。这些通通都是属于随喜功德勤转法轮。勤转是勤，真正明白的人为我们讲解，来教导我们呢。啊，净宗学院有这个使命，有这个义务。啊，学院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要发大菩提心。啊，像布莱登先生所说的，从我们自己开始，弃恶扬善，
从自己做起，改邪归正，从自己做起，端正心念。净宗学院在此地带头，在这个图文巴这个小城市里面，我们来落实，认真努力来落实，落实。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汇集，中国古人所说的存异求同，汇合新的文化，古今中外，这个新的文化在此地来做实验。这个实验成功了，我们相信对整个世界安定和平，长治久安会做出很大的贡献。那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。到地球上来，对得起地球上的众生。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是要求生西方净土，还是要回到阿弥陀佛身边。我们要常常想着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，阿弥陀佛派我们到这来，一面这个修净土，一面要做这一桩好事，自利利他了，这才叫功德圆满。这一堂课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